酸菜来，来来，酸菜，酸菜，这儿这儿这儿，给，给你准备冻干了，快快，不，宝宝，闪开闪开，宝宝，这酸菜进来了，过来祝贺你俩，祝贺你和苗苗脱掉了纱网，手术的保护衣、防护衣，还有苗苗，苗苗小衣服一脱之后就心就野了，就想出外面玩去了，是不？这儿给你冻干，这酸菜有时候这个智商也不在线，这是给你掰的，你吃你的吧，我带宝宝和苗苗出去溜达一圈吧，正好他俩宅在这小屋憋屈十来天了都。宝宝，这，宝宝，宝宝，苗苗，宝宝，走走走，咱们出去溜达玩一会儿，嘿嘿，快走啊！顺便看看其他的猫，看看顶顶顶顶，嘿嘿，有个粉丝说想看顶顶和灿灿，这不是这就是顶顶，灿灿哪去了？灿灿呢？灿灿，嘿嘿，离近点儿，让粉丝看看，看看你。仪表堂堂的身体，这个灯没打着，有点暗哈。好嘞，看看苗苗，我跟苗苗出来的，我现在跟苗苗混。陆毅在外面，是不是要进来？陆毅、苗苗也很挺长时间没见面了，起来，陆毅进来，看，陆毅不进来，哎，觉得这是是非之地。宰相是你叫啊？有时候在楼下就听不到谁嗷嗷，就那个不是很大声，就像有点像。发情的时候叫的似的，来看看顶顶，拉顶顶，驾驾，骑着橘宝，闪闪，你就躺在雪地上了，主要是你像一块雪地似的。你认识橘宝啊？还蹭橘宝呢？你要蹭你熟悉的啊，不熟悉的别蹭，那是尤其像胖虎那样似的，你蹭它就很可能留下伤疤。再看看大灿灿，看看正脸。看看这个，它如果到白天或者在好的亮的灯光下，那一身金毛和路易很像的，一身金毛可好看了。但是这个阁楼有的地方光线不好，看不来它的惊艳之处。路易，你要进来吗？能进不进呢？你瞅你还困了似的，还打哈欠。来，这儿，路易，这儿，苗苗都过来了。路易，你又不，你说你不进来，你还老让我开什么门？苗苗，隔着玻璃和路易打个招呼吧。路易对你一直很好的，你没觉之前你在楼下，路易天天带着你跑。看看我现在这帅气的模样，帅的快一毛不拔了，叫他一毛不拔。特和大帅把他们毛都拔下来了，都给剪掉了，咋的呢？一宝臭不要脸，别老为虎作伥。看看宝宝哪去了？宝宝呢？宝宝不也出来一会儿了？怎么看不到了？宝宝，你躲这里干啥？谁威胁到你了？大顶顶，再给个镜头吧。偶像，你说你，真是一身帅气的模样，就因为那毛没有了，变得。这么与众不同，看大帅，大帅好像还看着比偶像还是瘦丑点儿，瘦看点儿。灿灿，灿灿，出来吧，出来！你转那里干什么？主要是为了躲李宝，但是那里有宝宝呢。宝宝，你怎么胆小了咋的？你瞅你呀，出来就跑那里异常了。这是一只初生牛犊的小狮子，你这造型就是个小狮子，你那尾巴也是狮子尾巴。苗苗，你去上厕所了？啊，苗苗，苗苗，胖虎后面有个王座，要不你上那坐一坐？总的来说，这是苗苗和宝宝第一次绝育之后第一次出他们那个屋。苗苗还行，还不算那么认生吧。但是宝宝不知道为何就躲在了甜甜圈毛隧道里面。什么呢？好嘞，我去。看看别的猫，看看酸菜吃没吃完。